好，我们来看第三场比赛。第三场比赛，红色的神族选手啊，来自于 KT 战队的 States 洛风，是出现在了左下角的这边的八点钟的位置。而右上角蓝色的虫族选手，来自于精英二战队的 Savage， 他 ID 还没改过来，在这边还是用的 Savage 啊，出现在了右上角的两点钟的位置。哎，这边稍微的有些卡顿啊，稍微的有些卡顿。哎呦，今天怎么会有点卡呢？不过问题不大。啊，只是一些小小的卡顿。这边我们一上来看啊 ，Savage 使出了一招泰山压底，而这边把本根本不知道啊，这个不知道麻烦了。他如果退叉，他就麻烦了。我看他样子就是不知道，他好像要退叉。Savage 使出了一个泰山压顶之后啊，直接三开。把本现在下来看一眼，会不会退叉？会不会退？会不会退？啊，看到了，不能退了，这个叉千万不能退啊！退了这场比赛就没救了。好，这边一个叉是吧，你慢慢打吧，你慢慢打啊，加油打，好好打。偷农民，这要打到天荒何时才是天荒地老了，这个叉打的好。现在用小狗出来偷农民，真叫一个坏呀、啊！我们看 Savage 这边非常非常的坏，用小狗偷农民，好，就用小狗搞你，现在直接去你家两条小狗，又来偷农民，素质太差了。哎哎哎，又偷一个，继续的挖狗，继续偷农民，两条小狗换你农民也不亏啊，把这个时间拖得越久越好。家里面又偷了一个农民。这若风遭得重啊，他可能就没想到对手会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啊，就是泰山压顶的路线啊。这一压基本上已经压得就玩不下去了，这个游戏已经，这个军坦散得实在是太慢了。两条狗进来继续看你有没有科技啊，你连科技都没有，那我再偷你农民。我们看 Savage 根本就没亏过啊，两条狗总能换到一个农民。好，我们看那把本这个六分钟了，二级点没放下去啊，这军坦要散到什么时候啊？但到何时为好？这真的有点玩不下去了。下位置继续的抱一些小狗，把本这个时候除非打出一波，打出一波奇迹，吃掉下位置大量的部队啊！下位置再进来再确认你，好好，你双开让你开吧。但是把本这个双开，哎呀，基地野水晶刚点下去，本来是想就是双开三兵营打一波，野水晶被逼退，再打个毛啊！这真的基本上就不用打了。
CFG 已经把他家里面侦查了一个通透，没科技，没经济，我现在蟑螂狗都出来了，你怎么打吗？抱着大量的小狗，你只能回城啊，这里，这里让你甩吗？你甩，四个 ready 不停的甩，有便宜就占。反正狗睡好了，应该是准备要走了，还要强吃。我们看八本这边还要利用自己的操作，在这边占点便宜，想点女皇，但是有小狗继续的在爆蟑螂，爆蟑螂补农民，根本没有压力啊。八本现在就只能凭借着操作占便宜了。好，二本都快好了。这边把本也是压出来，直接把三基地开了再说，这没办法，他必须要开三基地。而 CFG 这边由于运营优势啊，他根本不给你开三基地的机会了，我压了直接一波蟑螂狗。把本如果立场放得好，还是有机会守住地，我觉得有机会啊，这个 CFG 可能会多线送兵的，可能会多线送兵啊，当然前提是立场无敌。我看把本这个立场怎么处理，家里面被穿了一波狗，这个有点麻烦啊，被破了口，这个确实很难处理啊。大宝来开在家里正面，我们看这边，这边用利用立场还是很容易被包，家里面刷了一点兵，各种多线，CFG 包上来，立场开了盾，立场隔一下，把本的立场处理的非常的细腻啊。我们看这个多线的防守，职业不职业，已经很强了，这个立场的防守，就这种情况也把三基地轻松开起来，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强的神族选手才能做到的东西。刚才这个多线是一个三线进攻，三线进攻，我们看到整个处理方式非常的合理。好，继续拱，继续拱，这是一个 timing 的，这个 timing 当然数量很多啊。好，三基地掉了，这三基地掉了，开大炮台也没用，强拱三基地了，还是前期的运营优势啊，挡住了第一波也没用。第二波蟑螂数量一旦起来，直接就强攻三基地，你出门我就继续拱，立场已经快废的没有了。 CLG 不会给他开三基地的机会的，这个任何一个虫族选手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。好，你立场放好了，这个时候你放立场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立场数量已经不够了。还前期我们看到单兵开打这个泰山压顶啊，一旦泰山压顶成功，单兵开的整个运营将落后非常多。好，强行的拱结束了。GG， 那这样的话恭喜啊， CFG 是进入到了胜者组，而这边的 States 是被打进了败者组。那下一场比赛就是像 ZVZ 的比赛， Kairos 将对阵 Runkerok 先进传说啊。那我们休息回来看后面的第二场比赛。